为何救国？都是男人。在下蒲阳英。此人杀气重，务必要谨慎。兄弟以为有趣的很。生烟花已残，谁在拨琴弦啊？情到深处人已散，独自唱离歌，暮色迟迟追。不到生死之间，谁能知道往日关爱之意是真还是假呢？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，恨不知心底的在意。可有消息？师父放心，书信已经送到。徒儿方才要和师父说什么？人到了，在丹房等候。取些好茶的。是。花开生烟花已残，有人设局杀你，那又怎样？看来朋友二字在你这儿一文不值。除了我，还会有谁关心你？头脑简单的愉悦。如果多一只大人的黑杖，他一定乐意帮咱们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不过在局中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那只黄雀。